新发的员工手册，大家看一下啊。老板，员工之间现在不让谈恋爱，那之前在一起的呢？那可以呀、啊，如果以后结婚，我还得发红包吗？那要是互相喜欢，还没确定关系呢。给你们一周时间啊，自己解决。老公哥哥，还有一周时间了，你抓紧啊。啥呀？跟我表白啊。不是，我实话跟你说吧，我跟老板处对象了。真能吹，我还跟毛哥处对象了呢。吃水。怎么了？他说他跟老板出去这样了，我就不隐瞒了，确实。老公，咱俩早晚都得和好，你不用编这种理由。我不是怎么都不信你都。咱们去找老板求证一下嘛。走，走，我不去。你刚才说话我都听着，你跟老板处对象？对呀、啊。吹牛逼！不是你，别幸灾乐祸，想想办法，毛哥。关键时刻看得看我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稳住他俩啊！看我眼睛，毛哥，那你一会儿投入，我先赢一步。怎么了，老公？你为啥不让办公室练群呢？就得立点规矩吧，规矩工作啊。那、咱俩处对象也没见你影响工作呀。没关系。选呗，选呗。是时候给你个名分了。老公，抱吧。抱呗，你这啊，能给老板道歉了，那俩让我摆平吧。不是我，那你这头发怎么回事？他俩非要给我做个造型，你还搁这待着干啥呀？走啊。